大家好，谢谢。今天我们来到跳跳猪扭蛋店。对，对，那它是在桃园的南崁。其实很早就知道了，就是。这不是因为最近影片没梗了，所以才来拍扭蛋。那我们今天要扭的是这个雷姆，雷姆的一番赏。对。它里面有大奖是雷姆跟拉姆。就算是一番赏扭对蛋啊，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哈，它 A 赏是雷姆的小公仔，然后一只拉姆，拉姆的，然后 B 赏的话是吊饰，赏是胸针，对。今天的挑战就是不转到这两只国家。那你预算是多少？我预算100块。靠杯。我现在身上的财产就是这些了。所以你这边要扭光吗？1500。好啊，今天来大傻逼啊！傻逼，好，第一抽。如果他可以跟我像碧蓝一样抽角色，听说你蛮欧的嘛？要什么有什么呗。好，第一个。哦，这纸可以撕哦，很好撕哎。对啊。徽章，雷姆的泳装的。这个雷姆跟拉姆的，哦，这一番赏其实它有那个几公克的差别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说蛋吗？对，那个蛋有几公克的差别，对，然后看蛋的大小就知道，对不对？看它多重啊！好吧，那我知道了，这个应该，这应该 GG 的是不是？这应该也是徽章了。就是吊饰。哎，出了，出了。可以下班了，出一只哦，很好很好，你出一只 A 赏，看你真的是欧洲人哎，超屌的哎，哇，我们改天要拍一个欧洲人的日常，还有一只啊，我们还有一只，刚刚中的是这只雷姆，对，他也讲错名字，好，你讲拉姆我打你，雷姆小怪兽，他不是小怪兽，大怪兽，他是大家的老婆，不是我没有认他是老婆。说个题外话，我连李都没有看哦。真的吗？我没有看过。这一抽，为什么会有两张贴纸？所以这个有记号。我张币。啊，没有了，徽章啊。徽章。哎，不是，是吊饰。吊饰是拉姆的。这是婚纱的这个吊饰。嗯，也是蛮可爱的啦。三张面上这个。好、哦。300块，不对，400块。嗯。然后这颗没有，这颗没有贴纸，干嘛、哦？哇，也是吊饰。是哪一个啊？好、哦，是雷姆的。然后女仆。可爱。还行。好啦，最后一个500块。看一下，我这张又没，这个又没贴纸。嗯。你刚咬一咬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吊，是那个公仔？是徽章，啊，是拉姆的婚纱的徽章。感觉你快凑一套嘞，还没啊，我才凑五个而已。百块还想凑整套啊？会不会有嘞？欧洲人的日常，很满吗？应该是徽章了，真的吗？应该是徽章或吊饰。果然，哎、欸，然后又不一样的，也、欸、不过这样其实也算蛮厉害的嘞。对啊，都没有重复，没有重复的。嗯，还是说扭蛋不会有重复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定会重复。应该会有重复的吧？它里面40几颗，一定有重复啊。
好，这是第700块。第700块，不知道1000块能不能出来？希望可以啦。欸，很满吗？重量不一样欸。真假？真的。又是雷姆。哎、欸，糟糕！队伍都被我转走了。太神啦！哎、欸，转完会不会被老板杀啊？不会啦。第800。第800。就是应该就是掉徽章了。啊？重复吗？重复了，重复了。对，我刚刚讲说没有重复。现在重复了，重复给他錢。不是，刚刚那个就重复了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他里面有知道啊。各二啊。他里面走各二，完蛋了。你还里面还有两只拉姆啦。啊，这是第900。Yes。徽章。哎，好像不是。满满的是啊。嗯。那可能是哦，这就是雷姆。哦，出了，真的出了。我看900。900。赚嘞！哎，这赚嘞！好猛哦！那以后扭蛋这企划就给你扭了，我不扭了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成果，就是我们总共900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900块，4个胸章，然后1个平面吊饰，嗯，然后3只大甲。对，我是觉得还行啊。然后这是凑一套，其实主要是因为真的很可爱啦。大家看一下。嘴角，真的很可爱，是真的很可爱。对啊，好。在每个店家都有像这种放扭蛋的地方，扭蛋壳的地方，嗯，要记得不要乱丢。如果你自己要收扭蛋壳的话，那没关系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也不要把它当作是垃圾，因为店家都有是回收的，大家注意一下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抽这个雷姆跟拉姆的一番赏。花了900块，总共抽了3个大奖，嗯，算还不错啊，我觉得算不错啊。而且他这里面只有2只，只剩下1只拉姆哎、欸。你讲出来，人家老板怎么做？要多少消音？你讲出来，人家老板怎么做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啊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帮我们在底下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然后，如果想要第一手看到我们影片的人，也可以帮我按一下小铃铛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。我是叶月，你要讲话啊！啊，我也要，我今天是摄影师。靠呀！我是豪。大家拜拜。拜。